在很多农村，包括原住民部落，人口流失、外移打工的问题普遍存在。大鸟村民除了仰赖外地打工的年轻人，大多是种植农作物，自给自足。其中比较有经济效益的，像是小米，能够加工酿造成小米酒，在丰年祭时是相当可观的观光收入。另外，大鸟村在去年也成立了部落工坊，将排湾族妇女擅长的刺绣结合了缝纫等技巧，制作成民俗风的包包、衣服、帽子这些服饰。在发扬排湾文化之余，当地妇女能够培养一技之长，希望帮助他们经济自主。另外，水保局、渔民会等政府单位也短期的就业名额，希望协助村民改善经济的问题。密不透风，全副武装。大鸟村民潘丽霞顶着烈日上工了。这是我们那个社区发展协会，就是帮我们争取的啊。这是水保局的那个经费，然后工作内容就是环境，就是打扫我们社区的那个环境管理。我们有三个小孩啊，然后公公就是在医院长期住院这样，然后一个月的费用是蛮多的，所以对我们有很大的。每月薪资22000，尽管只为期半年，对生活仍不无小补。太阳再大，潘丽霞还是甘之如饴。88洪灾后，许多村民面临生活与经济重组。农委会水保局透过大鸟社区发展协会提供短期就业名额。水保局在我们村庄，除了做这个北翼锅的这个提防，还有拦沙坝以外，提供了很多小的计划案让我们申请，现在目前在执行的就是这个短期就业。同样是为走出灾后困顿，更偏重心灵层面，世界展望会也与当地的巴扎伐文化协会合作成立部落工坊。因为过去也有一些经验，会看到说就是可能在心灵重建这一块，其实在部落不见得那么适合，就是某一些可能用諮商式的这种方式，反而是你透过一些手工艺的部分，让他可以去学一技之长，然后他心会比较安定，因为他一直在做，他就不会想其他的事情。然后再来是说，他也知道他在学的过程当中，他有可能将来有一天对他的一些就是生活上是有些补助的这样子。你是从哪里量？从这边？没有哦，直接从上面量的。老板，我正在下这个口袋了。从这边量上去13。就直接从那种哇，不听话的。帮村民盖了中继屋遮风挡雨之后，世界展望会希望借由手工艺品制作，协助村民心灵重建。当时走了一趟大鸟社区，发现大部分妇女都喜欢刺绣，于是，在妇女的兴趣之外，结合培养缝纫、制衣等技能，将部落工坊设定为服饰、包包的制作教室。这个会不会很难做？这个。应该不会啦，很简单，只有几块布。他先车这个外围，这个1、2、3，然后再放里面，也是一样的动作，1、2、3，然后再组合。目前是教他们打板，然后打板完就直接做包包。他如果会做这个包包，往后他会应用到很多部分，所以会上很容易上手。你现在学了哪些？我学会这些手提包啊，这些包包都会了。我自己绣的啦。你自己绣的？对，我们原住民的那个图腾。因为我们原住民，我们排湾族是有瓮马跟白布蛇。可以想要做自己的那个成品啊，然后做出来蛮有成就感，不管你好与坏。在聊天互动中学习，不用上课点名，更不是打卡上班。来工坊对父母来说没有压力。运作几个月下来，虽然还算在初学的生涩阶段，但分享起自己小小的成品，显然已经从中找到乐趣。它是一个交流的地方，包括说我们之前有一些学员，他可能就是家里会有一些状况，可能就是丈夫去世啊，或者是说家里有一些状况，所以某一个时期的这个工坊，它成为了有点像是妇女的庇护所，就是到了晚上大家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，就继续来这边车，那其实是边透过边车，然后边去聊自己的心事。
然后也在车的过程当中去分摊掉那一种就是可能对未来的不安啊，或者是生活上的一些困顿的心情这样子。还有增进人际关系也是很重要，因为我这边我也是很多都不太熟。在情感交流、记忆学习过程中，部落工坊的作品也越来越多样化。日前在世界展望会协助之下到台北参展，热烈的订单回响让妇女精神大振，备受鼓舞。原来兴趣的成果真的能卖钱，尽管收入尚未稳定，也还不足以支应营运开销，但这小小的尝试与改变让他们看到契机。不管是心灵或是希望日后能达到的经济功能，妇女们已经在工坊重新找回自我价值。天哪，那我的背后是什么？不知道，大女儿不知道，很可怕的事。那以后怎么教我的孩子？在原住民的文化这个部分，希望我们自己族人能够了解自己，认同自己。